还有头大的，第一是身上大大来，你啊，拍我拍我，好拍你拍你，蝴蝶蝴蝶，身上的美哈。莹莹，你跟我们说一下，身为一个小姐姐，是不是玩具玩完要怎么样？是要学小玩东西，然后说做不完时候，说你最乖。哦，不玩的时候收起来就你最乖，对不对？对。好棒啊，莹莹是小姐姐了。是的。谢谢。哈，蝴蝶，蝴蝶。下次这么低，头大的低是，嘿，而且害羞，而且头大的低是身上的花花衣。